谈论所谓的去风险，首先要弄明白风险是什么，源头又在哪里。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，是凭借自身军事优势，对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等弱小国家发动野蛮侵略的霸权行径，是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霸凌行径，是鼓吹民主对抗威权，试图把世界拖回冷战年代的开历史倒车行径。这些风险无一来自中国，全部来自少数试图给中国贴上各类标签的国家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。过去十年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七国集团国家的总和。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，不是挑战，是稳定，不是动荡，是保险，不是风险。世界脱不了钩，也不需要以中国为目标的去风险化。世界需要的是去意识形态化，去阵营化，去小圈子化。